2023年防时，每个球员防守一个特定区域，而不是人盯人。当进攻方让球快速流动时，防守球员会疲于奔命。一旦防守球员没有及时赶上来对上位，进攻就可以投篮或突破。一样维持第三节的二三区域联防。国王队看看 Q 在场上的优势，在第四节能否发挥？回到 Thomas 外线的投射进，哇哦！今天他的外线很关键啊。三分球，李凯燕的投射进，哇，打得非常沉着。来一回，但是时间的流逝对工程师来讲还是比较不利的，非常不利。但今天他们的外线比较没有准头，所以追分时刻两分拿是真的不够的。张文平一个后弹跳的三分球，这回没踩线了吧？